跑到台湾找我们舞台长。对啦，用网络去，收息比较快。那还有的是，像杨天泽他们村庄啊，有一个他先生在酒厂上班嘛，然后知道他生病，啊，然后他就走了。啊，而且已经有小孩子，小孩子也不管了，就走了，就回去了，就回大陆去了。啊，还有有的，一起炒笑脸不好看。哎，拢是炒笑脸的啦，炒笑脸的吧。对啊，他在酒厂上班也不会，年纪也不会很大。哦，也没有，也没有很大。那我懂。那还有，还有的是会去领个几十万，然后就跑掉。为了钱而来，危机里来呀。